手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不要再恐惧，却不要放弃，这一切将会度过，因为你和我才有明天的。大家收睇今日嘅侧田有你，我系侧田。咁今日点解我会唱呢首手牵手咧？之前台湾艺人一齐合唱，因为自从中国有咗呢个 coronavirus 之后咧，就一直都唔可以平息落嚟，所以我希望咧喺呢度之前唱呢首歌同我哋呢个中国嘅朋友同埋其他个国家嘅朋友咧一齐加油努力咧，就希望佢哋可以一齐度过呢个难关啦。所以希望大家中意呢首歌，如果中意嘅话可以同我一齐唱，唔系咧就可以分享出去啦，俾更加多人支持可以点样讲咧，就系、是可以更加可以鼓励好多人去支持可以度过呢个难关啦。咁我哋所以我今日嘅呢个分享就到此为止啦。咁下一摆我哋再见啦，拜拜。